aja sih.有种东西，再多广告创意也无法说清楚，那叫真心。有种东西，再多 slogan 也无法凸显它的美好，那是爱情。但有个人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心与爱情，他是纪妍希。他能给你的东西不多不少，唯有一颗真心。他能给你的爱情不长不短，恰好一生一世。恭喜你完成了属于你的冒险。有奖品吗？交给我。你这个比较像是命令，不像请求。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欠我一个愿望。愿望不是这样用的，好不好？请你嫁给我。